我们人生总是在不断的追寻和平，这次有很多住在马来西亚的朋友们都会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做房产投资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应该选择酒店包租性质的项目，还是纯住宅的项目啊？到底要如何去选择？Hello，大家好，我是江阳，欢迎大家来学习啊，也欢迎大家踊跃的参与。今天呢，我有自己比较浅薄的认知，来说说我自己的一个看法。首先呢，无论我们是选择酒店包租式项目，还是说一个纯住宅的项目，所以我们是应当考虑的是它的一个地理位置的情况，因为每个城市它的心脏，也就是核心中心的位置，都是在这种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为了形成的。那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所有的资源呢，它都是向区域中心化倾斜的。我相信呢，存在即合理。市中心呢，它是我们一个城市的原始担当，它的资源丰富，然后它的配套齐全，它的人流量大，然后商业旺，相应的它的房租是最高的。那在吉隆坡呢，最核心最繁华的城市中心呢，就是标志性双子塔百威明天 X 双子商圈啊。那双子塔呢是在1998年完工的，目前的话仍然是全球最高的双塔建筑，而且它的外观非常的时尚，百看不厌啊。我相信呢，双子塔是每个马来西亚人的骄傲。那我们游客来马来西亚必须要打卡的景点呢，也是双子塔。所以我每次呢经过双子塔的时候呢，我总能看到附近人潮涌动，然后大巴车的是络绎不绝的。然后以双子塔步行距离大概只有1.3公里的百威明购物商场啊，那网上有数据称呢，它一年可以接待这个访客量3300多万，然后它的销售盈利是45亿人民币。那它也是马来西亚最高端的一个奢侈品商城。那还有最新崛起的 TIX 国际金融中心啊，它与百威明是可以穿起来的，大概它的一个步行距离也在1.3公里左右。那除了前面说的双子塔的那些地标景点，那还有这些高端的商场，还有各大五星级品牌酒店啊，都云集在这一区。当然还有办公楼、写字楼，各国的这些跨国企业在吉隆坡的总部也都在这一区。所以居住在这一区的人群呢，它都是以高收入人群还有游客群体为主。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呢，我觉得我们无论是选择酒店包租项目，或者说是住宅项目都是可以的，因为位置好不房租，然后住宅的话主要打的就是这些主打就是高收入的这些商务群体，酒店主打的话就是游客群体。实际在运营中呢，我们发现呢其实两个群体都是有交叉的情况的，在项目上。再来的话就是一个价格的匹配较量啊，这个其实是取由于我们党投入多少银两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是酒店包租项目的话呢，它基本上是全家装修服，如果说是纯住宅的话，它基本上是一个半家装修服。所以的话呢，我们计算上这个加装的成本，总体上来讲呢，酒店包租项目它一定是要比住宅项目要贵一些。除了这一点呢，其实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地理位置的优劣，比如说这个项目建造的品质，那它也会决定这个项目的一个定价。那看完了位置，看完了价格，我们再要看到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需求那我觉得其实价格也是可以归纳在这个个性化需求的这个里面的。还有就是户型，因为这个是我们国内的朋友非常看重的一个那还有呢，就是说大家是否有自住的一个需求。如果是说大家有考虑一下呢，家户小户几间，那么大家可以选择酒店包租式项目，因为大多数的酒店包租式项目都有提供每年7到10年。如果是说有朋友日后有常住的一个需求，那么的话，这样大家可以一定要优选说纯住宅性质的项目，因为酒店日常进去的人会比较杂一点啊。除非说大家你说我不必利用酒店日常进去的人来人往了。再来就是说，我们自己是如何定义这个投资性房产的？是只是把它看作为资产的一部分，还是说因为我们国人、中国人都会有一股股份的情节，就对房子它会有一点特殊的感情，它有点类似于有房才有家的一个感觉。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是单向的，是纯金融属性来看，只是作为一个投资品，那么我就把你说是酒店包租式项目，因为在酒店买过之后，后期的运营权全是由酒店运营方来拿。
像什么家具修缮呐、剧场的这些运营成本的转变等等多的这些琐事，就根本不用你来操心，就省去了很大的一个沟通时间成本啊。那假如说我们自己是重视自己的参与感，在意自己房子是家的感觉，那么大家就真的需要好好去享受这个过程。这个其实跟我们国内租房是一样的，就是说租客有什么反馈，我们需要去沟通。当然也可以委托给我们中介，但毕竟这个房子吧，它的屋主是您结客的还是屋主本身，所以的话，这个就是包括到日常的涉及到一些缴费之类的，还有定期的去更换租客租约的一些合同还有说寻找新的租客的中介费呀这些我们都要去支付。但是假如说我们是选择酒店包租税项目的话呢，我们也要慎重选择开发商以及酒店运营商的一个背景，就尽量去选择有开发商背书的项目因为就是有这种品牌开发商因为有品牌的话就有一定的保障。当然我们还要选择是说有一个我们自己可以自主选择是说我们自行出租的这么一个权利那从历史的数据来看呢，其实我们不要期待去说吉隆坡的房价有几倍，甚至说大幅度的一个飞跃因为这是马来西亚本地人都很清楚的事情。但是在我们国人来讲，我可能觉得大家可能介于过去十几20年的一个买房的炒房的经验，大家对于房子做那个一个期望值比较高。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在马来西亚，我们着重看重租金收益就好了。那如果租金收益并不是大家所期待的这个100%。再加上大家后期也没有自身真正的在马来西亚居住的这个需求，其实我就不建议大家投资在马来西亚。之前我也跟我的客户这样做。那最后呢，再给大家做一个补充马来西亚的房子呢，它是永久产居多，这个是房产，它也没有一个遗产税。那再来的话呢，中国跟马来西亚关系也比较友好，那马来西亚也是有一个优越的地理的交通位置自古至今，它在它的地理位置上都有相对的优势。曾经的处境之争，然后今天的贸易之争大家也清楚现在世界的局势，那总是在相互摩擦中有效成长。好吧，那以上今天就是我忽悠那里讲的一些话题，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加上你喜欢我的视频，也请点赞并关注我们，下次再见。